继续开会，这一节请李议员博弈质询，时间45分钟。谢谢议长，还有谢谢今天高雄市政府的同仁哈，局处首长一起在这边接受博弈这一个任期的第四次的议会的市政的总质询。那今天的质询的重点的前面，我会摆在市政府目前的招商跟用政府土地来做这个招商的这个问题出在哪里哈？那接下来可能看市政府的态度要怎么样去面对。那接下来还有一些我们地方的议题，我想我就先从第一个议题来讲。那今年去年哈，房市有一点开始往下走，但是最重要的原因其实是因为这个台北大巨蛋哈，跟台北市政府新政府引发的这一些争议。那大巨蛋的规划在前郝龙斌市长任内，那新政府柯文哲市长上任之后，对这个整个大巨蛋的计划有一点质疑，所以整个大巨蛋目前还没有人知道未来怎么样发展，到底要解约还是市政府要怎么做，还不知道要怎么发展。那类似远雄的这些投资人，他们就其实对政府的这些土地的投资就产生了一个问号。这个问号说什么？我如果一个重大的投资下去，我可能是50年、70年的这些变化。这个合约可能是50年、70年，但是这个50年、70年的合约可能会碰到4年一次改选的市长，还有4年一次改选的议会，不同的议会生态加上不同的市长，他可能会有不一样的想法，那可能随时都会对这些契约来做这些改变，或者是希望要求一些协商。那我们现在我简单整理出几个高雄市目前我们有可能有招租或者是地上权或者是已经成功的 BOT 案这几个案例来跟各位做一个探讨。那我想我们先从最近一直在讨论的龙华国小旧校地这个案例来探讨。龙华国小旧校地案，我在上一次财经部门质询的时候，我曾经请教过我们的财政局长，我问你的是这一个中间下方的这个 H2O 饭店，来，我找 H2O 饭店的这个资料出来，我们来请财政局长。来，局长，请问你，这个 H2O 饭店，我们当初是用地上权的标租案出租给这个饭店业者，那他开幕了没有？快要开幕了，还没有开幕嘛？那我请教你，他从还没有101年我们标租出去之后，在建设期间是他的房租是公告地价的3%。到现在已经过了这个建制期间，它的公告地价已经到它的租金已经变成公告地价的5%。那再加上我们有这个地价税的调整，所以说我这样整理起来哈，从101年它签约到现在105年12月它还没有开幕，它的土地的给市政府的租金调整了多少？请回答。好，谢谢主席，还有谢谢李议员哈。我想这个表列得很清楚，当初我们这个地上权是用租金率来招标的，是那时候租金率明定就是5%。好，除了盈利期之外。那局长我请教你，如果这个投资人他投资上遇到问题的话，你认为怎么处理？他当初没有算到这个地价税的调整，他当初可能也没有料想到未来房屋税可能也会调整，像台北万豪酒店，台北万豪酒店它每天开门的地价税跟房屋税加起来60万。那请问，如果这个业者来找政府来异议的话，或者来讨论的话，我们有没有方法可以处理？跟议员报告了哈，原则上地价税是由甲方政府来付了，他是没有，我是说，如果遇到问题的话，来找财政局，有没有办法可以处理？事实上，他已经新闻来财政局说。他这个那财政局的态度怎样？我要跟李议员报告的是，因为我今年公告地价调了比较高，所以业界就有这种反应。那我们也思考，所以在新的招标案件，我正在问你这个合约，这个合约财政局的态度怎样？这是旧的招标案件，我们契约都定好了，是，所以照契约走。好，局长你请坐哈，来，谢谢。那其实局长你的态度就是在跟投资人释放一个讯息，这个讯息是什么？
我这一个合约跟你定了之后，你未来营运上遇到什么困难，我们都是照契约走。那我讲第二个，一个我们大家都在讨论，这几天议会也非常热闹在讨论，就是高雄巨蛋 BOT 案。这个巨蛋 BOT 案历经现在是第三任的市长，应该是从新建到现在市长是第三任，那也是第三个议会。那三次的议会有三种不同的声音。第一次的时候是质疑，可能我们怎么有能力盖这一颗蛋？那质疑这一颗蛋怎么可以盖得起来？那可能唱衰这个2009年的世界运动会，但是市府团队很努力的成功的把它盖起来了，旁边有一个附属商场。第二次的议会，我想那时候史哲副市长，他是在担任文化局长的期间哈，那这个巨蛋也从高雄市的体育会。体育处移交给高雄市的文化局做管理的单位。那史哲局长，当时的史哲局长也找了巨蛋去要求这个公益档期从20天增加到40天。那这两天的议会在审什么？在要求什么？在要求把这个巨蛋，因为市府是地主，要求市政府把这个地价税砍掉。他们认为，议会有一些同仁认为这个地价税太低，整个巨蛋的他捍卫缴纳给市政府的这一个土地租金太低。那我们来检视一下这个捍卫缴纳给市政府的土地租金哈，它也是从一开始哈，可能刚开始营运的1721万，这个可能已经开幕了哈，这两年1342万到1721万，这段期间开幕的，到现在3824万是他缴交给市政府的土地租金。那他另外还有一个房屋税的部分是4080万，跟市政府分别用比例来负担。所以目前巨蛋缴纳给市政府的租金，这两样加起来大概7900万。那这个7900万，因为大家看到这个地价税上面，因为这个土地是市政府的，所以地价税是由市政府来编列预算，虽然是市政府的土地，但是有拿出来招商，有拿出来做这个事业用途，我们就必须要缴纳这个税金，那巨蛋演练到现在成功的 BOT， 市政府在想什么，或者是市议会在想什么？市议会有些人就会认为，他当初那么成功，他现在那么成功，他应该要多拿一点回馈给市民，我想这也合理啊。但是对其他的投资人来讲，成功的 BOT 就会有政府或者不一样的市长或者不一样的这个市议会来要求要有不一样的契约。失败的 BOT 或失败的招租案，你喊破喉咙你要破产，政府也是依照合约走。这个就是政府要给投资人的态度，你要给投资人的信心到什么程度哈？所以未来我想要在这边把这个点提出来之后，高雄市政府未来有几个大的案子，也期待赶快来招商出去。那招商出去的繁荣也是高雄市民想要看到的。所以在未来的这个龙华国小旧校地的案子，还有在市总图文创会馆，甚至现在也多了一个地方哈，这是台旅 MLD 这个场地，过去也是荒废，在好事多对面，过去也是荒废，现在假日人潮也是非常多，但是它营运状况有没有遇到问题？确实，它这个台旅这个是招租案，它是租我们的土地跟我们的建物，但是它遇到了非常大的问题，因为是招租，因为不是地上权，所以它的使用年限，它跟我们的契约年限只有12年，只有12年，我怎么投资？我要投资10亿，等于是一年接近1亿。我如果投资20亿，我一年接近2亿，一年接近2亿，我要怎么赚回来？实际上都是不可能的。那你让市民朋友感觉到这里有人来投资的繁荣之后，你没有办法让他继续的繁荣，这个变成市政府的责任哦。我想要就这几个投资案哈，来请教市政府目前负责这个相关投资业务的史哲副市长。那我们碰到这些问题，包含未来我们的市图总管
旁边的 BOT 的文创会馆，这一定是采 BOT， 因为我们可能没有要出资。那还有面对这个台旅 MLD， 它只有十二年的营运期间，投资年限只有十二年。未来市政府有没有一个什么比较好的态度，让投资人安心，让投资人放心说，说我们愿意来投资这个地方，而且这个政府，留下来的这些规范，是未来不管是换成什么样的市长，或者是市议会怎么来要求，他们都是有保障的。来，请市哲副市长回答。谢谢主席，谢谢林议员的关心，也很感谢林议员在利用这个机会啊、哦，我想来针对这个整个政府。当然，特别是高雄市政府对于整个招商 BOT 有这个机会，让我们来说明啊。我想，这个促进民间参与政府公共投资，也就是促参，广义的促参，不管是招租或者是 BOT， 它很重要的是政府跟民间要有一个很重要的一个是一个信赖的关系，是，而且要有个信任的一个法律关系啊。我想，近来发生的一些社会的状况，大家都看到，整个中央到地方最近的整个招商状况非常的惨，那为什么会发生这个原因？除了整体的经济状况之外，大家也都大概知道是什么原因、啊、那其实很重要的原因就是说，如果我们当初 BOT 所订定的条件，在未来因为营运状况，我们就要去改变这个条件。我想大家都很清楚，那这样子的投资是不稳定的。是，所以说，但是当时的条件是不是合理？我觉得这个可以检讨。是，这个检讨是作为我们下一次办理 BOT 的时候的改进的依据，而不是说因为检讨它，我们就去改变当初十几年前所定的那个条件。是，我觉得这个应该要厘清了、哦、是，所以说像巨蛋的案子，你说大家认为该不该检讨，是可以检讨啊，可是不检讨不表示说现在就要去改，可以改变它、啊。而且 BOT 很重要的精神，其实它是在于财务跟市场的评估。是，啊、BOT 政府有出资，没有出资，或者是他要怎么样的权利金，这都是合法的，不表示政府有出资的 BOT 就是不合理的、哦、所以我想这是一个很重要的观念、啊、至于说台旅的问题，这个可能这个我们许副市长他更清楚。是，好，谢谢。那是不是请许副市长也对台旅这个问题来做一个回应？谢谢议长，谢谢李议员。我想台旅的的问题，回到一个关键、啊、如同刚刚史副市长所讲的，就是说我们其实在各项的招商，不管是什么样的一个途径，其实政府跟来参与投资的人都应该是一个共同打拼的伙伴关系。那台旅的部分，因为他其实我们知道这一个业者其实求好心切，然后其实做了，他们自己做了很大手笔的这一个投资，那当初的这一个租约年限又比较短，所以造成它其实每年在折旧负担上面，在这一个业绩的这一个平衡上面来讲的话，其实对他们要去做融资或者等等的其他的增资的部分，造成很大的这一个困扰。那我想这一个部分，我们的确有在这一个包含都发局跟这一个财政局我们有召集，其实希望比较通案性的来协助解决这样的一个部分。那当然我们也都会认为，就是说这个契约当时订定，那是不是这一个过程中其实有可以检讨的这一个部分，我们希望其实通案性的来处理这个部分，也不要让我们的公务人员去面临到说是不是会有一些图利的疑虑，我想会在这一个整个合法性的范围里面尽量给予协助。好，谢谢副市长，你请坐。这一题本来没有问你的，那等一下因为还有其他的议题要请教你。那这几个招商的案例里面，其实还包含一个就是其实市政府最近对他也是感觉非常棘手的问题，就是在莲潭对面这个旧左营国中或者是左营国中旧校地的这个问题。那左营国中旧校地其实市政府原本也有这个计划，他要把它打造成一个观光，可能观光业者可以来投资的投资饭店旅馆的地方，但是左营国中有它的历史因素，从日治时代它是军事的预备地，到台湾光复以后它登记为市有地。那这个以前是一个杯仔头农场，那杯仔头农场在民国53年的时候，当时的陈启川市长他有发了一个公文，那里面明写着说是给所有的这些这几户一户30坪的居住空间。那53年到现在的公文都还有保留着，
但因为高雄市政府可能我们在都市计划里面、都市规划里面，我们已经把这一块变成观光油气用地，但是这些原住户住的地方其实没有在观光油气地的范围里面，而是把它变成了公园绿地。那所以这个问题其实有一点困扰哈，我刚跟各位报告的就是在这边哈这一块，那这一块就是现住户37户在里面，但是它都市计划已经变成公园用地，所以居民会有一点担心。那我想要收集这一些相关的资料。那我知道市政府现在新任的另外一位许副市长，你这个法律方面你会比较专业哈。许副市长，你可不可以先来，许副市长。请许副市长回答。可不可以请你哈，就是说我们会后我们来邀请这个左营国中现住户这些人哈，他们的资料我都看过，他们跟我讨论到日治时期，甚至讨论到这个国民政府还没有来的时间。那相关的资料我们能不能带到你的办公室来跟你做一个讨论，怎么样可以维护他们的权益，或者怎么样可以跟他们说明，会让大家比较踏实、比较安心一点。谢谢议长哈，谢谢李议员对于这个我们这个左营国中旧校地哈原现住户的一个关心哈，权益的关心。那我想这个问题我知道好像也延续了一段时间哈，这些原住户对他们的权益一直在主张。那如果说看起来那个的确议员手上有一些当时候的公文资料哈，那我想如果可以我们就安排一个时间哈。那请议员哈，那么准备详细的资料，那也希望他们也可以一起过来。好，那我们详细的了解，给予法律上的协助。好，谢谢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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个市府团队三位副市长都这么勇于认识哈。那这边他整个规划在莲潭的对面，那其实未来他其实就碰到一个问题，就是从巨蛋铁路地下化之后，这个新庄一路跟胜利路能不能打通的问题。那在12月1号的时候，我们交通部贺成旦部长有到高雄来，针对铁路地下化的这个所有的绿廊道，跟高雄市政府之间到底我们从去年我们在议会都还一直在要求市政府一定要跟中央政府谈，未来这个绿廊不能再让我们架构或者是什么方式哈。那12月1号的时候，贺成旦部长应李坤泽委员的要求来高雄市做一个会刊，那把42.7亿的这个铁路地下化的计划，全部交通部要买单。那这整个绿廊的打通之后，那我想市政府这边除了公务局，那交通局相关这些沿线道路、大型道路的开辟跟都市计划的配合，有没有做相关的检讨哈？那我想在这边提出来的就是我们的新庄一路从巨蛋走到底，你要建成建不了成，因为前面挡了这个铁路。那铁路地下化之后，这里要变绿廊，还是你要让它建成，可以从新庄一路直接通到这个左营的东门哈？我想这个是未来发展新旧左营之间最重要的一个枢纽，最重要的大动脉哈。我想这个部分，因为当天参与会刊的是许立明副市长哈，可不可以请许立明副市长对这个新庄一路来发表你的意见？请许副市长回答。谢谢议长，谢谢李议员。我想那一天跟这个交通部贺成部长在谈话，其实是我个人真的是深受感动了。那他提到其实整个铁路地下化的这一个计划，不应该只是把铁路地下化，他其实这整个计划其实更担负着地下化之后长久以来被铁路切割成两边的这一个都市发展，在地下化之后要能够缝合。那这样的一个观念，说实在我们很少看到中央的部会的首长这么了解高雄的需要，那也这么的豁达。所以当天他几乎是这一个自己就主动讲62亿的这一个土地的这一个免费无偿的这一个使用，那以及我们整个原道建设经费42亿，他也同意纳入整个铁路地下化的这一个计划里面。那我想在议员所提到的这一个新庄一路打通到翠华路，这的确是刚好就是被铁路所分隔，近年不断的在兴起的这个整个新左营巨蛋商圈，那以及旧左营，包含我们的眷村，包含我们的这个旧城的旧部落，这一个中间缝合，过去被这个铁路所阻隔的这一个部分，
在地下化之后，如果我们能够把新庄一路打通到翠华路的话，其实是真的是有助于整个新旧左营的任督二脉的打通。那我想这一个部分我们会把纳入整个42亿的计划里面，那也就是纳入整个铁路地下化的计划里面，然后未来配合这整个原道，我们想办法一起来实作。以上跟议员报告。谢谢，谢谢许副市长，你非常具体的这一个回应。那后面还有一些可能都是都发局跟公务局的业务必须要跟上来，这个再请都发局跟公务局长之后，这一条路要 follow 一下哈。那从这个最近的房市的问题，去年到今年的房市的问题，我们碰到一个问题。那这个问题我是怎么会开始来思考的，就是从我看到建商的广告说30万交屋或者是50万交屋，这个从这里来的。那怎么在30万交屋？那所以我就试算了一个总价。那比如说这有一个年轻人阿宝，他要买一个25平的房子，那加上4平的车位，这个总价大概在550万左右。那如果他的头期款加上他的税金等等的，他可能要付多少钱？我怎么算哈？如果依照现在银行的贷款，他能贷到总价的80%，所以他的头期款必须是20%。那在550万的20%可能是110万。那再加上税金，他可能要130万，怎么样都不可能是30万或者是50万交屋。那30万或50万可以买房子，可以交屋，问题可能是出在银行贷款，但是有一样他是跑不掉的，就是他的税金。那税金里面有一样叫做契税，契税是跑不掉。那契税是怎么来的？契税它就是房屋现课税的现值加上房屋免税的现值减它的公式是在这边。就是房屋核定单价乘以面积乘以地段率再乘以0.06。那高雄市房屋核定单价的单位齁，有一个叫做不动产评价委员会。那直辖市的不动产评价委员会，它可能是由财政局长来担任主任委员，或者是由市长来指派副市长。那高雄市这一次上一次的这个房屋税的调整，这个不动产评议委员会上一次的调整是在103年的7月1号，那3年调整一次，所以下一次的调整会是在106年的7月1号。那103年的7月1号的调整的房屋造价最高一坪是53200块，一坪53200块，我刚用刚刚那一个案例来算给各位参考，一坪53200块加上车位，那它的房屋的现值就是154万，154万乘以0.6，乘以0.06就是6%的这个买卖税率，这一笔9万2，这个是阿宝他个人必须负担的，不在这些银行贷款等等等等这里面。那我讲一个大一点的房子，这个阿宝过了10年，他想要换房子，因为小孩出生了，25平住不下，他可能必须要换大一点的房子。这个房子如果是80平加上这个房子如果是80平，那加上两个车位，它的评定的现值可能是446万，那乘以6%，所以它可能要缴交的契税在26万，这个也是没有办法贷款，这个也是要直接买的人要交给那市政府的哈。那所以说隐藏的费用很多，这个也是未来可能在明年度市政府要检讨这个房屋税的时候，可能必须要帮年轻人想一想，这一笔是出在年轻人身上，他们有没有这个能力来负担？如果你继续调涨的话，有没有这个能力来负担？所以这个请到时候这一个不动产评价委员会要开的时候，请各位一定要记得这一个哈。不是一直去，不是去在建商，而是去在买厝的人家啦。啊，这个才是我们必须要担心的。那接下来的议题哈，我想在我们左营眷村文化园区里面，刚刚冈山的高敏玲议员，他其实也对这两天的质询，一直对这个空军园区有很多想法。那左营其实也刚好走到一半哈，目前明德新村跟建业新村
明德是在这边哦，将军村在这边，建业在这边，那整个这一块都是我们已经划成左营眷村文化园区哈。那左营眷村文化园区目前有争议的户数哈，整个眷村加起来，建业新村有75户，明德新村有25户，崇实19户，合群11户，东自助1户。那国防部在今年哈是10月的时候，他有发文给我们高雄市文化局。他同意把明德的24户跟建业的54户来移拨给高雄市文化局做文化保留哈。那我在上一个会期的提出的质询是希望把这些眷村文化园区保留活文化。何谓活文化？就是让这些原本居住在眷村里面的人，他们可以提出以住代户来保存这些房子，也保存这些眷村的古味哈。那当然这个过程里面。我们左营刘世芳委员，他跟国防部跟高雄市政府也做了多次的协调，也协调有一些方案，这些都是可以思考的方案。那重点就是说，如果目前的现况在明德新村里面有一共有25户，其中有10户他还想要继续留着；在建业新村里面75户，其中有8户。他希望可以留在眷村里面生活哈，其他的都已经要跟国防部来和解。如果这8户搬到这个明德25户，那让整个明德它是有整体的保留的哈。因为市政府其实在去年前年分别有编的一些预算在明德的修缮上面，那把比较有高度保存价值的这个眷村做了一些修复，可是它每一户编的经费价格都非常高，那未来的走向还没有很清楚的状况哈。那博弈在这边提出这个比较权宜的做法，让这几户愿意继续留下来在眷村生活的住户，一共加起来是18户。他们可以住在这个明德新村里面做这个活文化眷村的保留。那这个稍等哈，在我总咨询之后再请看史哲副市长或者是新任文化局尹局长来做一个回应。那在部门咨询的时候我也提出哈，国防部这些眷改地他卖掉之后，所有留下来的公共建设、公共负担，全部都是高雄市政府必须要买单，包含道路的破损、包含水沟等等、包含路树、包含环境整洁等等，都是高雄市政府必须买单。但是，他往往在把土地卖掉之后，他的周边连外的道路，他其实是没有移拨给高雄市政府的。那市政府头脑也很清楚，公务局就清楚了，道路都要修复啊，你如果没有修复好，我怎么可能收你这些道路来维护呢？我要多花一笔这个道路维护的费用。那所以你这个道路要移，我们其实想要做一个要求哈，就是你包含这些先锋路、桃子园路，你这些道路的破损，每次我被叫起建户去修理，我也觉得很不好意思，因为我知道这个是国防部的土地，那国防部又不愿意去修复，那市政府又国防部又不。市政府又不愿意承接国防部还没有修复好的道路来哈，所以唯一可能我们可以思考的就是把这些眷改地他们在标售的时候，或者是我们可能可以麻烦地政局比较有这个标售的经验，可以帮协助国防部在标售的时候给他扣一些手续费来修理这些道路哈，周边的道路。那我们希望市政府可以跟国防部来做这一个协商。那除了做这个协商之外哈，我们到隔壁崇实路西侧跟自勉路这边哈，这里有一大块空地都没有开发。没有开发的原因是因为在我们的计划道路上面有一个弃置的军事法庭，在这一条计划道路上面有一个废弃的军事法庭。然后那天我们去会勘之后，海军陆战队改口了，他说我们以前那个军事法庭哈，虽然搬到军校路了，但是这个目前是做我们海军陆战队的对使馆在使用。硬生生的又说他们有用途吼，所以希望公务局这边吼，还是公务局长，你知道这个会刊，你知道这个道路的事情吼，可不可以请你做一个回应？我们能不能用比较有时效性的，赶快找国防部来协调这一个？他说的对使馆，他以前的对使馆不是在这里啊，他摆明的是
觉得我们有钱，可能又要我们代拆代建，又要盖一个对使馆给他。这相关的对策，我们怎么样来跟国防部谈判，请市政府有一个方式哈。来，请赵局长，请局长回答。多谢局长，多谢局员哈。局员咧讲这个，就是咱大楼要开辟第三物的问题。是，一切会当用两个方式来处理啦。一个就是咱个补偿嘛，哦，就平常我们按照迄个第三物补偿的方式来给他补偿。但是吼，很主席也被他们讲吼，他可能不同意啦，他可能还会再提出一些代拆代建的问题啦。啊，这个部分吼，我们继续来还没协商。局长，你一定要知道吼，他原本是军事法庭，军事法庭搬一把位，一个公已经买起对使馆，啊，对使馆被代拆代建，那个麻烦了，那就复杂了。那如果是已经没有在废已经废弃的仓库什么，那个好处理。所以这一点原则一定要跟国防部。这我们会跟他讲清楚。好，谢谢。我们的选区里面吼，左营南子区，他其实碰到国防部的问题很多，另外他碰到中油的问题也很多。那我前两天碰到听到市长对冈山区陈正文议员的答询的时候，有做了一个宣示性的回应吼。那这一个回应其实需要后续整个市府团队或者是市长可能要带队跟中油来做这些相关的协商。中油给环保局这边的这个炼油总厂这边给环保局的土地的整治计划是17年嘛齁。那陈局市长那天很明确的讲，这个我们高雄市民不会同意。那当然身为选区的议员齁，我们也要如实的反映当地居民的这些想法，当然，像市长你讲的，没有办法接受。那要怎么样加快？要怎么样加快？其实是大家都在想，但是他有这个资源的问题，你总不能叫这个公司他拿很多很多的现金，一次就拿很多很多的现金，可能要把17年缩短成3年等等，要怎么做？那我想，我们除了要求他们还给我们一个好的环境之外，我们其实在都发局这边也做了一个这个都市更新来创造都市核心价值的这个计划，来跟中油来谈齁。这个是都发局那天我们跟刘世芳委员一起去这个中油的红龙社区去红南社区去做这个会刊。那我把这一个图画出来大家会比较清楚齁。整个中油厂区它是属于红南。那一天我们在这一边做的这一个都市更新的这一个会刊，我们有一个初步的想法。那我想这个请李义德局长来回应会比较明确齁。请问李局长，你对那一天我们的这个会刊的成果，或者是你对那一天我们会刊之后，你认为我们怎么样跟中油来继续采取下一步，让他可以赢得这一边的我认为这个是给他一点甜头啦。但是给他甜头之后，我们也希望他可以赶快来改善这个我们中油过去被土壤污染的这些问题。来，请都发局李义德局长，请局长说明。好，谢谢议长，谢谢李议员。我想议员提到的这一块，包括中油厂区以及他周边这些90几公顷的宿舍群，他是站在从北高雄的都会区来讲，它算是一个最大的一个未来的转型的一个很大的腹地。那它也是事实上目前来讲，官场之后它也会变形成是我们一个整个高雄北高雄居住发展的一个缺口。那假设未来我们可以好好妥善利用这一块的话，它可以顺利的连接巨蛋高铁，然后这一块以及到桥头新市镇，我想它的未来对高雄市整个北高雄来讲是非常重要。那宿舍群大概有大概4个地方嘛，一个就是红南、那红荣、红义以及右冲。那这里面牵扯到一些问题，是比较有一些问题要一一去克服啦，包括说我们的文化资产的部分，然后另外还有就是中油自己跟员工一些宿舍占用的一些问题的厘清。那再来还有就是说整个台十七线那边有至少有一个油厂国小的捷运站经过，但是那一段我觉得它是属于一个中空的状态，有点可惜。那现在既然厂已经关了，还有一个围墙，所以我们就是从那次的现刊目的是去看看说，那这块地区未来可以有什么想象，所以我们就选定了在右冲宿舍这一块，它有一块大概是目前是属于空地，有做停车场或做槌球场
这种比较闲置地度的使用，那面积大概 0.9 公顷，那我们是把这一块看看是不是可能透过都市更新的方式把它视为我们整个中油的高炼厂未来转型的一个前哨站，希望借此能够来补足刚刚所讲那个发展上的缺口，另外的是带动左南地区的一个翻转更新再生。谢谢，谢谢局长，你请坐。你刚刚讲到一个重点，就是说它有一些可能有一些占用的这些公有宿舍，或者是它有其实你讲的那些哈，红义里里面或者是红龙里里面，分别是在这里面。那我们那天去会刊的这个红南里里面，红南里面这个空地的地方，它其实是没有的。那你要处理这个红义或者是红龙，你会变成说，它可能比例上是大概20%，列。走五户会有一户被你清起来，走五户会有一户被你清起来，但是你没有办法做都市更新。有办法做都市更新的，其实就是在这个红南的区块里面。那红南的区块里面，我们怎么样可以跟中油来启动这个后续的这些机制？我想，不止中油可能会期待，我想我们后进右昌这边的居民更期待。那这里确实是在高雄的市中心，这里确实是有很多捷运站的经过。那我们希望也期待市长能不能跟中油有这个相关的这些协商，带着市政府的团队可以一起来让这个地方更繁荣。可不可以请市长回应？请市长回答。谢谢议长，谢谢李议员。我们院里有关于这个红南里这个部分，如果能够跟中油的团队继续沟通，那我觉得我们现在也一直跟中油，希望董事长所率领的团队啊，他过去也在高雄市政府，他也知道说现在整个南子地区是整个大高雄的中心，那整个市政府为了一个城市的更新进化，这个我们有一些规划，那我们愿意继续再跟陈董事长沟通协商，希望能够创造三赢，当地的居民、中油公司还有市政府等等，我们能够创造三赢。我们愿意，我们现在那个徐副市长告诉我们，他们现在已经在约时间，那我想我们的专业团队跟中油的团队，我们一起大家一起讨论协商沟通。好，谢谢市长。也跟市政府这边传递一个讯息，他们都收到这个不当利得的这个律师信，那可能在12月31日之前就会有法律的动作，所以可能这一方面的步调我们还要再加快。那所以在这边给各位这个讯息，我们不是只有要求中油要把这个图赶快整理好，我们也给他创造价值的空间，而且市政府愿意这样子来做，那创造出来的价值，中油会更有资源，那可以缩短这个整治的速度，我想这是我们期待。那这我们选区一定都会碰到一个问题，南子百慕达这个我在部门质询的时候讲过，这个大概交通部核准了100万的这个规划设计，那希望交通局这边赶快把这个规划设计提出来，那可能我们有短期或中期、长期的这个对南子的这个交通的计划的改造的计划，那一定会提到这个新台十七线。那跟各位也传递一个讯息，就是最新的版本来，我先讲这个地下化百年版本了。那目前北段在南子段，这个公务局已经大概有协调出一个路线，这个是没有问题了。那现在的问题是来到了这里，来到了这个它的大气，它的这个四海一家这边之后，因为要闪这个海军忠烈将士纪念塔，那所以国民党某个委员在地方的某个委员，他现在是不分区。他就提出了这个地下化2.5公里，其实我们找公务局的团队大概试算了一下，2.5公里的地下化他可能要花56亿啊，这个我叫做这个是百年版本，就是100年以后可能都还做不起来的版本。那公务局这边在中正路这一从有协调出一个版本，跟国防部这边协调出一个版本，就是从中正路这边绕四海一家，其实这里都是眷村文化园区，绕过来到再接这个海军的中正路，它绕过这个
大气海洋局，就是也是海军的。那这样绕过来之后，直接接海军的中正路，从中正门出去，从将军哨这边转弯，再从中正门这边出去。那必须要这个的是被先自己塔，自己启动力，今年的三月才刚去过哈，那时候林权院长也还没有上任，那他也有回来，那可能要配合的就是我们的这些都市计划的改变哈，在这个原本这个路型改变成这个路型之后，再不碰到原本的这个住宅区，那也可以保持它的园区的完整性。那我们也期待这个新台十七线可以赶快有定案，能有这个进度。问题就出在左营这边。那我是不是请公务局赵局长，你可不可以回应一下，我这个图是不是目前最新可能可以实行的路线？请局长回答。多谢局长，多谢局员吼。其实这个路草吼，是咱含迄个国防部吼这边吼在地，就是吼以现地安尼一步一步安尼给定出来。所以我们也闪过故事馆，也闪过这个纪念塔，也闪过一些住宅区，所以目前这个路线是比较可行的路线。经费应该是差很多吧？这个经费啊，我们这个经费哈，我们整个路段这个经费差不多有20亿左右。这两个经费啊，差了将近3倍。差三倍，好，谢谢。我想这是不只是南子的人的期待哈，这个包含子关冈山地区的人哈，其实有这一条西滨道路的话，对高雄市等整个南北向的交通来讲是非常有帮助的啊。我的时间剩下4分钟，我还有好几个议题没有讲，我赶快加速一下。这个是我想要在我们南子地区哈，目前人口增加最多的地方，提出一点小想法给市长参考哈。市长知道蓝田里跟这个清风里，它大概是目前南子地区人口移入最多的地方。那人口移入的60%都在清风跟蓝田里，那所以其实里内没有这个综合福利服务中心可以使用哈。所以这个过程里面，我们也去找了几块可能适合的市府的机关用地等等的，可能可以使用，但是就遇到一个最现实的问题，经费的问题。所以我在这边想要提出一点点建议哈。好野人在养地都是这样子，他把这个他的土地哈做可能做10年或20年的招商，那10年20年他是用这种 H 型这样简单的钢架，他可能可以盖二楼，一定是用使用执照哈。那这样子大概一坪加装潢可能不到3万，他使用年限可能可以大概20年。那目前市政府的这一个我们所有的建筑，大概我们如果要盖什么建筑，弄起几平6万最少，不含装潢哈。那使用年限50年。那我想要在这边提出来，就是说我们能不能用一样的资源做两件事情？就是说我们用这盖这个20年可以使用的，它里面可能是包含公托，可能是包含这个长青，可能是包含图书阅览中心，里面有网络空间可以让小朋友下课在那边使用的这一个比较宽的空间，而不是去盖这种那么大型的建筑，那可以满足更多可能市长在高雄市的选出的地区有很多地方可能都有这个需求。如果降低这个营造的成本的话，这个是不是有可能这个提供给市政府来做一个思考哈？那另外来做一个广告，明天10月10号，我们福山里哈，左营福山里在文福国小有一个活动，那就是为好空气而走。那为好空气而走，其实福山里过去哈，这边都碰到这个过去中油厂还在营运的时候有味道，人家都以为是中油，等到中油关厂了，没有在运作了，才发现原来还有一个凶手，就是东南水泥。那市政府今天的新闻稿我也有看到了哈，对东南水对这个水泥业要做加严标准来送环保局，那我们也希望市政府能依照这个加严标准哈，对东南水泥的复工要严格的审查，好，不要再让我们左营再让文福国小这边的小朋友家长都戴着口罩上学啊！这个我可不可以请徐立明副市长做一个回应？请副市长回答。谢谢议长，谢谢李议员。我想
第一个，东南水泥在这一个区位显然已经是不适当的了。我想他们自己也非常清楚，一方面区位不适当，二方面设备机械老旧，其实造成这周遭，特别是我们文福国小的这个居民相当大的在空气品质上面的困扰。那过去在试车这一段时间，又大大小小的这一个故障不断。那我在这边就跟这个简单的回答两件事情。第一个，水泥业者的这一个家园标准已经在这个礼拜的市政会议通过，那也送这个依法是要送这个中央环保署去核定。好，那我们希望这一个能够来加速。第二个部分，在未来的这一个他试车到今天为止，明天开始就不能够再运作了。那我想依他试车期间的这一些故障等等的来讲的话，我希望他们能够再进一步再做一个大幅度的改善。那不然我想在是否依照这一个严格的标准的审查之下，我想这一个后果不见得会很乐观。以上。谢谢李博义议员，休息十分钟。